馒头，好嘿，哎，马桶宝宝，我回来了啊！你吃的啥？吃的啥？馒头。馒头啊！哎呀，嘿嘿，乖，来，走走走，上屋吃，走。走，哎呀，马桶宝宝，马桶宝宝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嘿，你上屋喽，哎。我操，媳妇儿，马桶又拆家了，马桶，给我过来，马桶。哎，你干的？知道走，过来。不要跑！不是我，我进他的屋，发现了，你再跑！我进去，你看你造的，是你干的？你要死啊你啊！啊！哎呦我勒个去！你想咋的呀，马桶？你想咋的呀？啊！你看你湿的，你看你造的，不过啦！我本来说来你的屋里面跟你玩一会儿呢，你看你整的，你看你整的哪出啊？这是啊？你想干啥？你是不是不想混了？你这现在还拆家那个星球？啊？你看你拆的，你看你拆的，这是啥熊样子？我今天上午刚把地给你拖好啊，吸尘器给你吸过，拖把给你拖过，这他娘这才多长时间，我就出去吃了个早饭的问题，回来就说这个熊样子了？嗯，你要气死我！哎呀，你看这上面，这上面也是，这上面也是，你想咋的？你想咋的，马桶？嗯，你个死球货，你这个拆家王，你个拆家王！嗯，哎呀，本来看见你。哎，你满心欢喜的想抱抱你呢，你看你给我整的这出你，啊，气死我了你，啊，你给我惊喜跟惊吓之间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缓冲啊？能不能不要这么突然？上一秒还是惊喜呢，下一秒立马是惊吓，谁受得了啊？啊，这要有心脏病啥不被你给气死了？啊，我这血压层层的层层的往上飙啊！啊，个死球哟，你还敢咬我？你个姓球货你啊，狗窝上面也是，这个你看笼子里面也是，哎呦我勒个去，这可给你弄吧啊啊，你还撕我的衣服，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嗯，你还想出去？出去个屁，关紧闭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再跟我打架！哎呀哎呀，你嚣张的很呢你！哎呀，摔死你我！摔死你我！哎，说你的好！哎呀！得，袖子也给我撕坏了。袖子也给我撕坏了，我教育教育你，袖子你都给我撕坏了，马桶你要气死我呀！还来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打你啊？我不敢揍你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揍你啊？心虫，嗯，还来，把这地上给我打扫干净，听见没有？啊！你还咬我的袖子，你还咬我的棉袄、啊哦，你想咋的？关紧闭吧你，我跟你说，嘿，在里面关着，不准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你不把里面给我打扫干净，你别出来，知道不？气死我呀！你个姓球货你，真是个姓球你、啊。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我操，疯了你了，啊，这儿疯了你了，马总。